你过来干什么？啊，越界了吧？这片儿是你的地盘吗？过来抢活了？大哥，咱有话好好说行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上个月我兄弟到你那儿去拉车，直接给臭打了一顿，那这会儿怎么可得好好说道说道了？大哥，求二位大哥，您行个方便行吗？我的孩子他病了，每天都在咳血，我就想拉点活给他看病，挣点钱而已。 两位大哥，我知道规矩，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。打我可以，能不能别打我腿行吗？我就想多拉点活给孩子看病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大哥，起来起来，就让你拉一趟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一趟。谢谢啊。走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饭店的活都需要排队，是吧？你就跟在我们后面，啊，别让到别人。谢谢啊。走吧。 让风吹起来吧，掀起裙边，与翻飞的落叶一同飞，在阳光的阴暗处，繁星的漩涡里，那本是我触及不到的世界。 用暗语传达心声的动物，拉丁口音，耐人寻味。像幽冥森林里睿智的狼，献出猎物让自己逃遁；一只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呐，在黑暗里交头接耳，追寻他的踪迹，搜索他的巢穴。而我，看不见，听不到。 月夜下的一切锁住。看你是谁呀，妹妹。我只是一个灵魂的歌者，信奉着自己的光芒。妹妹。 今晚你是怎么哼进来的？今晚最适合体现这里的种族原创气息。今晚的酒都比平时好喝。你的那段词很有条红的调调。 风格不重要，信息量饱满是关键。心里干净也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和陆代林的那段表演可真是符合。医院发生意外，广场疑犯被人劫走了，就靠他们俩了呗。 三天队长，你展开全力搜捕。中途他们夫妇二人去了趟总机室，电制难帖要了几个编号的档案，内容不详，但可以肯定，和这些访客记录有关。由此可见，他们的方略是整体的，出击也是有的放矢的，所以破解应该会很迅速。破解答案不易，验证答案却不难，我想。 他不至于在答案上出轨呀，否则破绽就太大了。你的小情人似乎听到了风声，在给你报信呢。陆小姐只不过是个三流的演员，贵宾饭店里没有谁是单纯的。 下次记得，以后跟别人上床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处理少说话。拜托，这和你有关系？知道吗？奥林匹斯山众神从现在就要开始追赶溯源了，从哪儿住起呢？那样的事。
那就是个意外。你跟我们狡辩没有用，现在要破案的是日本人，知道吗？你别想国秀我们，明明真要被挖出来，你们也没好处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一条床上了，同舟就得共济，我们必须形成攻不破的联盟。之前你给我打电话，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注意到陈嘉颖他其实是一个侦讯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小心点吧。日满方不会就改变方向停止排查共党了吧？不，我想他们会误认为栽赃内尔纳的人就是共党。这个位置观察还可以吧？凑合。我们之前就判断过，内尔纳的死跟这六个人肯定有关系，而且背后藏着很大的秘密。你这么一反应，他们已经有动静了。你看，刚才他们交谈的时候，敌对痕迹很重，可现在貌似很轻松。他们肯定意识到危机，所以结盟。你那段暧昧的台词写得可真不错。人和鬼胎的在一起，注定是脆弱的。答对了，这样的结盟注定是脆弱的，只要有个缺口，他们就垮掉了，垮掉了就彻底乱了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啊，回头见，再见。拜拜。真是没办法。看，缺口来了。被迫协助调查，是不是这么兴奋啊？既然无法避免，不如打起精神。想不想知道我怎么搞垮他们？饭店里还有其他人在窥探他们，来往记录上的人名会让你迅速的跟窥探者产生某种话题。话题是什么不重要，而接触本身会让他们由于找不着北而心虚到崩溃。我们路人界管这叫遛狗精神贼。满分，陆林剑不可小觑。天眼没开，还在偷祖奶的福，贼心眼不服。这边，甘颖先生，我希望能够找机会由你来引荐，认识一下费泽仁先生。王太太，你这句话就让自己成为了今晚的主角。我感兴趣的是，你是怎么查到这个情况，能给我透露一下吗？陈天佑夫妇跟德国佬的状态暧昧，谈的肯定不是社交话题。我们跟苏联的秘密交易，其实饭店已经都传开了。内尔纳的死是这个传闻，更具有吸引力，谁谁都想得到求证。如果陈嘉颖成功，求证的结果换人信息，说德国佬会不会考虑出来呢？我们互相都握着把柄，如果他要打破缄默，我们就揭发他走私军火。日本正巴结德国，那点把柄制衡不了他。好的，欢迎董监。再见。伊藤先生，哎，你们是伊藤先生的太太，真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啊！哈哈，先生过奖了。野间课长经常提起酒井小姐，
没想到你们认识。我跟究竟小姐只是偶有往来啊，但请你们不要在我夫人面提起她啊。陈佳颖就是要在会谈日本人的嘴里获取信息，这个秘密守不住的，咱们得跑，别无选择。日人他们和苏联夫妇不会想办法斡旋吗？他们是列强，咱们是曹，他们能斡旋，我们不能。没想到夫妻之间也是有政治的。幸会啊，幸会。老子脸跟墙泥糊的似的，说漂亮有点亏心。口是心非，你一向做得很好。怎么的？你是怎么的？我对你的爱情，从来没口是心非。你又开始荷尔蒙泛滥了。所以才敏感。请克制你的动物性。本能万岁。遛狗惊出贼，陈氏兄弟坐不住，我们去盯他。还是我来盯吧。窦警长担心有些事情你们会不方便处理，所以抽调我来配合。真是哪儿哪儿都有你，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？走吧。这是我的夫人，啊，将军真有福气，您夫人也不错啊。来，我报今天的进度。杨律师，我是你小说最忠实的读者，我迷恋你的小说，我更迷恋你的人。做我的女朋友吗？こんにちは。夫人，知道吧？我又征服了一片支那的领地呀！哈哈
这油够猛的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叫湘志，是今晚的主办者。我首先要表达感谢，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。我很高兴贵宾们能欢聚一堂，但是最让我欣慰的是满洲国正在以飞速的进步、崭新的面貌赢得世界的掌声。万能的桥梁，人人扔力不见了，不是朋友，迎来了朋友，超越了意识形态，会被接回来的。我们让世界，他们这么一进一出，给人类结盟，迅速就垮掉了。赤血。日本人越来越会走秀了。我不想说，这是个纳粹医院。基尼，慢点，慢点，基尼，臭不要脸的基尼！哎，行了，行了啊，行了，你以为你去和平饭店，你就不是基尼了吗？哎，生多大气呀，啊，喝这么多酒，快走，快走。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陆黛琳，是不是一听就特别像粉楼的花瓶啊？行了行了，你骂了半天了，赶紧送你回家。抢我的台，臭不要脸的，臭不要脸的。慢点慢点。哈哈哈哈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喝多了我抱你去骑兵路七号。等一下，二位陈先生，坐我们的车吧。等你们尽完绅士义务之后，可以尽快返回。不不不，今天晚上我们不回饭店。对不起，我们还没有彻底解除封锁，请不要在重大活动期间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不好意思，他们要出去，被劫了回来。日本人的确还在执行封锁啊。他们出去想干什么？陈氏兄弟和苏联人是在耍我们呢，瑞恩。内尔纳的胶卷费，这桩秘密交易被内部验证的途径就没有了，接下来就该封锁住外头的可查渠道。哼，什么同舟共济，全是鬼话。把我们稳住之后，就可以偷偷出去干这个。他们也太小看美利坚了。请原谅一个仰慕者的唐突，陆小姐。哦，
导演，那您认识林淮南林公子吗？是他让我来这里的，说介绍一位导演给我，那位是您吗？非常可惜，林公子因为资助抗联被拘押了。我说我来到这儿都还没见到他呢，可是抗联是干嘛的呀？咱不谈这些，我有一部正在筹拍的电影，你应该更感兴趣，可以吗？一起聊聊。嗯。马上就会有个结果了，当然不是女明星。我跟他就是停留在眉来眼去阶段。陈氏兄弟这一进一出的，那些人都得在猜忌。陈氏兄弟出去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？越猜忌，心里就越没底。鸿蒙靠不住，自由被限制，那想得到外边的消息，就只能靠外边的人。对，外面的自己得注意，所有靠近苏联人、叶文桥之外的人。这么大的酒会，我不相信所有的宾客都是陌生人，虽然他们会假装是陌生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随访所有涉及歪省活动的机构，都要密切观察。挖掘科一的人员接触，打阿宇电话的人是瑞恩。进驻医院的人员及涉犯岗都有配伍。事发期间，进出医院的人力车共19趟次，11名车夫，其中这名车夫分别出现在大门和西侧门，且未有载客。最后一次露面是行至北口，也就是密林方向，轨迹和行迹都符合观察埋伏乃至逃遁的特征。这名车夫就是侵入者。两杯香槟，谢谢。打阿宇电话的查到了，接下来就该泄露背后的秘密了。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有把握呀？你这么欢愉，肯定是胜利在即嘛！啊，费泽仁，甘颖先生，我希望能够找机会由你来引荐。认识一下费泽仁先生。费泽仁，你从来往名录里挑出来这个人名，你是要一家伙砸中德国人的软肋呀？恰巧这个名字我不陌生，他是个军火贩，而且他的一个发小还是张学良的前客。相传俩人每回秘密相会，东北军都有新的德式装备添加，
哦，霍岩从哪儿来？这回我知道了。刮目相看啊！你以为呢？土匪也有别具一格的信息来源。值得深思。你妖孽的砸出这个人名，无非就是想暗示德方好。你能否对他和东北军的秘密交易继续保密，就取决于他们能否透露你想知道的故事。而且你确定，他们一定会顺从，因为他们想通过你验证故事的真伪。你说对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和平饭店的魅力就是它总有莫名其妙的故事发生，而这些故事都对应着实际的格局。比如说美国，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经济，虽然名义上他们不承认兰州，但他们所执行的政策一直都是绥靖，这是利益的趋势。而我们德意志表面看像是发自内心的亲近中国，但从纳粹的核心利益出发，却无奈地抛弃中国，跟日本结盟才是必然的轨迹。一个是当婊子立牌坊，一个是陈世美。他真是最见到无敌，我喜欢。谢谢。那么再说苏联，承认满洲，还卖了铁路，貌似他们跟日本的关系搞得不错，但这显然只是一个稳住日本、拖延日的结盟，以此避免他们被东西夹击的权宜之策。这叫床板夹屁股，有苦说不出。有苦说不出的应该是南京政府。美国、英国靠得住吗？还是算了吧。那让德意志做个中介，亲和日本共同反苏呢？有可能。苏联毕竟在跟中共称兄道弟，但联合苏联抗日，很多内政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，南京政权在不停的试探，有很多想法。于是，故事来了。据传闻，南京政权秘密筹集巨额政治现金，并向苏联抛出诱饵。这笔钱就在满洲。如果是真的，中国苏联因此同盟，那世界政治格局可就全变了。不过，这只是一个故事，可是也许值得探索。你们认为呢？真是个大秘密啊！好在我们可以交差了。听我的，什么都别说。怎么地呢？不是，窦世孝他们给姚广想要的，那满足了，那赶紧的交差脱身呢。这个内幕太过于重大了，关你屁事啊！你说了就能脱身吗？之前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协助完他们调查，咱就可以脱身了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你是都不是啊？你就否定？我不明白呀、啊。是你觉着是脱不了身，还是压根儿就不需要脱身呢？你怎么了？我是说呀，你别以为你是满铁的人，你就不需要脱身。不对，你哪儿不对劲？分析我，你跟我来这个，好，来来来，你分析分析，来来，委屈、怨恨、恐惧，很复杂，对不对？满怀希望的陪你忙活，你说变卦就变卦，我委屈，我怨恨，我不应该吗？和平饭店是个大漩涡，你也有数啊？恐惧，我不恐惧，你说。
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，我有点乱。好像我有点乱。我理解。我有重要的使命，我必须离开饭店，你和我都必须尽快脱身。不过先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，行吗？科长，他们真以为我是共产党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陈女士，南亭派人来给您送材料，在大堂。好，谢谢。给我一个痛快思考的时间。陈女士，你好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我只是需要查阅过往的历史资料，怎么会有一把万能钥匙？野间科长吩咐，在协助调查中若有价值性发现，您可以变协助为主动。陈女士，好，我送你走。谢谢。先生还活着。等一下，你有病啊！到你了吗？你就往外窜，看好了，人又不走。我知道，天冷，活动活动手脚，不会。何香，我要把调查升级，请帮我向科长申请工作令。另外，我要求家眷保护，请买一张去山东的车票，把我丈夫送走。是，陈小姐。太太这么急匆匆的，想必已经抓住线索了。尚需调查。王太太，我知道你是有的放矢，得到答案应该不会太久。当然，专家也不是神仙，所以我们也做了两手准备。如果在舞会结束之前您并不能提供答案的话，那我们将继续全面封锁饭店，由县警方进行排查。由此引发的骚乱，湘志将军会出面解决。共产党没有漏网的可能。我相信你们一定有这样的决心。是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杂碎，舞跳得不错呀。
看你跳得那么欢实，应该是大丰收了吧。你一身本事，却要藏在我身后，不觉得可惜吗？陪着你成长，看着你脱胎换骨，很骄傲。你不属于我一个人。当然，能给心爱的人当守护者，是件很幸福的事。如果组织允许，我愿意一辈子。船一直在飘呢。是啊，随它去吧。反正现在这片星空。Thank you.
风雨中游走边缘，一路上的曲折盘旋，每一处伤痕都美丽，明白艰险只在瞬间，在黑夜里尝试生前，一路上的执着冒险，坚持总有奇迹，我相信所有痛苦终将离去，最美的风景给我最大勇气，最美的心灵让我从不